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的爱是吴怡蓉。讲到台南的客家，因为闽东嘛嘅，可能嗰种人会先想讲，哈、啊、台南有客人哦，唔会少哦哈。啊，台南的客家呢，今年又办呢客家行通节，也系第二年办。韩国今年暑假呢，也嘅哈林阳光中还有太后神来做抢眼复活节，也如系。真蛮新的，也客家的做法好睇台南。古早俺们今年呢都有请台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顾秀飞主委来同俺们分享。欢迎主委。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讲家吼，可以有请到主委，偷偷很叫暖来哦，规模喊啊，都将俺偷偷讲诶。嘿，咪注意一声音咩？嘿，嗰当然会问讲，哎，台南有客人咯。嗯，冇唔错哦。因为去年咧，哈，你也得到台南市政府。其实台南市政府弄摆哈，十年以来哈，有一个单位叫做民族事务委员会啦。啊，民族就底咩哈？一带还有原住民科，哈啊，西拉雅科、客家科，哈，所以客家就是一个科，哈。啊，1809年的时间，哈。黄伟哲市长哈，因为以前个系行业哈，他也对客家各有感情。他在加上哈，原住民基本法哈，底部就有规定讲，只要系直辖市哈，作为省里面一级单位哈，故所以原住民事务委员会哈，提台南 memo 哈，就提民族事务委员会带下。故说1809年的时间，黄伟哲市长哈。就跟民主事务委员会差不多两个，一个就是原民会，一个就是我们的合理会哈。啊，所以呢，1809年深夜的张成立哈，啊，去年的俺二月的哈，来到台南哈，算是第一年的客家VFP 的主委哈。啊，因为俺弄白的台北啦、屏东、高雄拢大个认识唔会少朋友哈，啊，朋友提个。反应都会啊，台南有客人啊，你台南做客家 VFP 的主委，而做嘛的呀？那哈，也都是听伊的问题安尼哈。啊，故所以，我也是哈，就是我也是来到台南以后，张弟啊讲哦，台南有安多客人哦，而且会低，唔过唔低安多，嘿，有十多万哦，嘿，有十一万哦，安多哦哈，主要分布台南。我们地带吼，像一下永康啊，永康一定多年，哈、哦，永康个东区，台南市的东区，哈、哦，也得一定多年哈。但是呢，台南市无客家总头，哈、哦，也得虽然个多哈，超过一万人，哈、哦，也人数客家人口数超过一万人，但是哈，各家其他地方拢分散嘞，哎、嗯，拢。安尼几千人，哈、哦，几千人安尼伫个分散，每个区伫个分散，故所以过难讲吼，失踪啊挺难嘞。亚美英国路去台南，过少年地讲有行业的原因，你无乜个客家种，冇唔错。加起美路亚个原因，著名商业美路上讲，加外爱很客家出来，佮用乜个发通，我很客家出来，冇唔错。故所以亚个客家行通节，冇唔错，冇唔错哈。主持人讲诶。哎，几错，就安尼按分散哈，按分散按收数，头摆多见哈，台南市的行人哦，几团结哈，言呐哈，一种客家心嘛哈，就是挨住英国一代人哈，一代客家人喺台南的开基础啦，哦，就移民人体客家状态。所以呢，可能十七八岁来到也来石头路读书，也系讲医生人说，底下工作结婚哈，啊，底下咧落地生根哈，啊，底下咧过后呢，以客家心吼，改强哈，因为有客家种诶生活的经验哈，啊，又改为讲客家，啊，所以呢，故所以提台南市吼，其实也一堆的行业哈，差价价都50岁以上诶啦哈，甚至70、80岁哈。一到客家乡亲咯，早期会成立客家协会、同乡会哈，啊，客家乡下哈，大都市客家乡下协会也系讲会互相听书哈，啊，所以一到乡人提台南市基本上有一些组织提下来哈，啊，但是一到组织掉掉去了，冇多1000人啊，哈，因为肺炎的人数哈，安尼掉去冇多1000人，嗯、但是统计当中有11万。啊，存的人挺耐咯，吼、哦，那连做面讲，
俺呢做两件事情，一件哈、哦，嘿，他家看得到的哈、哦，就是他家行通节哦发生哦，盘胎盘胎耶，和他家看到糖到啊号召哈、哦、号召人行出来哈、嗯哦，行通的意思就是我表现自家，哈、哦、表现自家，敢企出来讲自家的行业、嗯、啊讲合法哈、哦，啊用行通来。行通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哈、哦，也是行通节最主要的用意，哈、哦，也第一个方法。啊，第二个方法呢，俺就透过哈，也个像读书一样的哈，一粒一粒一粒安尼哈，啊，读红来安尼哈，啊，就一个一个切，哈、哦，前日诶，前日咧哈，啊，朋友透过朋友介绍，俺咧请台南的行业，哈、哦，就一个一个请，哈、哦，所以。一种太的发通跟一种细的吼，安尼，阿伯就是用来慢慢的求啊，慢慢的潜的吼，穷下来做，所以做了两年，潜出几多行业。噶第一年做的时节啦，你感觉潜难还是难？还潜多年哈？唔是爱对耐潜哈？啊，第一年吼，确实吼，第一年，俺们还提上也爱方法好嘛，吼，啊个会运用来做，吼，所以第一年吼，一天迄时间够赶。啊，再来就是无预算，哈、哦，无便宜预算，哈、哦，故所以钱哈、哦，跟方法也爱东西，硬来自家去创作，哈、哦，做安尼讨论，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去征求几多意见，哈、哦，用来作为个好，哈、哦，啊，跟也爱当然天然有几多的缺点，哈、哦，啊有几多无法度达到的硬来。一天的目标哈，但是第一年、第二年过后，我们就会修正、修正去年的做法。还记一个例子啦哈，像去年的行通节哈，我们号召大家行出来，啊，当然要讲合法，要展现合格哈。比如讲，做一个吹鱼哈，哎呀，吹鱼的杯呢，我会做，啊，那个我的装扮，要跟合格有关系哈。啊，几多团体也就难唔到也爱方向，哈、哦，啊可能也装扮啊，啊也迄个伊个队伍底部就改些客家元素，哦，也做改考试的地方，哈、哦，你像去年的第一年，俺们就看到一点问题，哈、哦，啊所以今年咯，俺们就我邀请哈专业的团队哈来跟俺们谈数，可以咯设计一个剧本，哈、哦、啊本有行的对应地位哈，系融入伊个故事地位哈，融入故事的情境地位。啊，俺呢会设计一些也可以道具哈啊服装，嘛系俺呢都设计哈。啊，当然俺呢有好有坏啦，就讲好的是讲俺呢一束哈宝盘哈，一束香一束烛，但是唔好都讲每天人家民间还有几多几好的想法吧。哈、啊，就无法度展现哈、啊，所以俺们第一年哈、啊，有跟前一年做到个唔好哈，来改进呐哈，也行通节的部分哈、啊，啊再来讲，头头俺们讲去请行业哈，一奈去请行业，像去年呢，俺们也有做到唔好的哈，比如讲俺们去年呢哈，就讲写一篇也行业的故事哈，介绍伊，俺们就有高飞一千元。好，就按你征求，哈，啊征求来嘅呢，哈，按你当然唔系讲，哈，唔错啊样嘅，哈，系你讲每一个人，哈，写嘅，哈，东西，哈，伊嘅笔触冇相同，佢以叙述，伊嘅叙述嘅能力，哈，有偏差，哈，有落差，哈，有一人写到佢好，啊，有一人，哈，实在冇。我唔会表达，所以也就去年的执行，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年咯，我哋就来改进，哈，啊，因为改进咯，我哋先征求，所认识的行业，只要写三百字，简单介绍一年就好，啊，我哋会审查过后，感觉一年哈。我出定人去，再过去拜访，再过去写，人呢就会请专业的文史工作者去拜访一个台南的行业，啊，把伊个什么样的故事哈，记录下来，所以有专业的文史工作者来做一件事情，
安尼脱开来哈，也可以有故事性哈。啊，所以故事性安尼，去年的做，跟今年做，安尼拢会做调整。嗯，因为作为你有提，一开始提中央的哈维菲，里面许多频道，高雄也台南，挨头都安尼躺起来，唔知挨感觉有冲哦，好像你打一个处女地呢。如果你已经去过一安多的地方诶，不过来到的台南过冲，我从头开始。有十八案的感觉哈。应该其实啦哈，特别民族事务委员会是也做过多事情的哈，好做过多事情。应该是讲，也做一条事情，底部应该还可以再用的去想哈。都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会想，也来提示很慢，好，啊，我们会用做会本，也来一年哈会感受的多。啊，当然，我们的任务是要传承客家话，吼，啊，同也爱客家文化的展现，吼，啊，也爱安尼上个时间，我们就会面也爱也来，一片的特殊去买，吼，就台南的特殊去买，高雄的特殊去买，吼，一天每个地方都无穷样，嘿，我们会去面。一个唐玉来路讲过讲给后辈的。理念的东西都挺多的哈，噶我们还唔前详细讲亚航空节点会用乜嘅不同内容啊哈，我们第二下听高继秀来唱高注意。多谢你福气来的现场，今年的来宾是台南市客家 VNV 的主委顾秀菲主委。多多有讲到哈，盼的一上映过后，今年是盼第二年的客家行通节，我同大家又有进来哈，我大家放出来，我提供安尼有40万哦，有安多的行业。噶，多多有讲到讲，比如大家要组队，要出来，有这种硬件，是不是？有按到吗？可以发通。第一个当然就是有件，就是按的，还是要邀请哈乡亲哈去甲组队，啊，也是讲公演也可以哈。按的我有一种大鼓哈，经验哦，特别制作，咱们国咱们台的大鼓的表演团队哈，带领大家有件哈分。台南市民哈，看到安尼，看到安尼哈。啊，第二个呀，天热哈，安尼会办市集，吼，啊呀，市集很蛮哦。安尼铁上哈，行业，诶，精神很蛮哈。其实像安尼，特别底下家装，全部拢会弄出，吼，像安尼上一台，甚至安尼拢有做过弄，吼，做弄的经验。啊，安尼铁上下哈，对于任何的东西拢可以想，吼。像比如讲，像个毕业哈，开黑的哈，一种词哈，开黑的、毕黑的、好发黑的。但是头摆会补哦，哦，会补档哦，像个有卡做还有哦，该补去补起来哈。啊，也系讲沃的、普罗沃的哈，快扛的，你就做唔得炒菜，做唔得暖水的咩？但是又会补，讲补好了，补了又还可以用哈。头摆的生活就安尼哈，物质哈可以贫困，但是他家都可以想，哈，可以珍惜然后想哈。啊，所以有几道师傅，哈，几道师傅，比如讲，像我头先讲的布沃特，伊做沿街很，布沃布沃，安尼哈，安尼他搞到底的哈，啊，来来来来来，我看下，发下来就讲布布啊，布布啊，伊做得用的，啊，唔过也还现在资本主义沙飞很慢呀，鼓励他家大量生产，工厂以大量生产，啊，鼓励他家大量消费，大量买，好，也买也买。啊，再落去买大量沃特，大量抛弃，也做些现代沙飞。啊，故事可能看到买地球公民协会啊，我去救海洋啊，吼，一个海洋是垃圾的样啊，人都制造个多垃圾嘛，吼。啊，想想啊，人乡下吼，乡下的食物吼，也都会传统啊，吼，俺拿俺的市集了，所以呢，俺们办一个大型的二手市集，鼓励人。太感恩自己的物件哈，唔会用的东西，但是很多的用的拿出来，哈，跟他家来交换，
吼，硬是要用啊，硬唔是去买，刚搞完，吼，就鼓励他讲，他剃个手二手诶东西，天天手呢，还手做，所以头痛还讲啊补，吼，那你就请怪多师傅，吼，修山的师傅，补木头诶。不修天衣的，张天山的，张家己的师傅来当俺的现场，好、哦、修缮，好、哦，所以俺的市集很多手手市集，二手加手做，好、哦、的，而也爱精神啊，干嘛行行业的精神其实很也爱啦，好、哦，敢吃眼哈，敢也爱沙飞去共存，好、哦，所以市集跟游街很俺的贵重要，当然第三的哈。就是也爱音乐的表演哈，可能客家诗啦，客家的乐舞的表演，然后生态部分。哦，刚才讲扮演用的呀？他讲过于期待啊，比如说讲啊，他讲他讲手手事情哈，很多朋友讲啊，那刚才那还有卡的东西出来。哦，他讲其实都喜欢。哦，那你过后呢？哈，去真见我有出席一些的改编。系啊，系啊，系啊。啊，除了很。也很多年出来以外，其实下一代咪佢重要哈。嗯，所以做面啊，还有一啲暑假有一啲客家斧头人、抢眼斧头人，嗯嗯嗯，都系爱绑太好绳出来，系咪？冇错，也要系我哋求人嘅心嘅一个做法哈，就系大家因讲啊哈，行人看到喺客家沙滩、客家乡亲都落一批嘅。啊，落一批嘢，我哋也，我哋咧历史中有得咩人讲啊，讲啊，后生又唔来，吼，咪嫌矮拉，冇嘢又唔来，系啊，伊自家安逸心，但是自家天天他又唔来，啊，用嘅，用嘅咯，他家其实该烦恼啊，啊，我哋就想讲，佮爱用嘅来，我哋唔咩用钱，吼，唔咩用买来想人来，但是后生嘅最珍贵嘅买，伊能有热情，啊，伊能有。哎，也爱也爱那个心性，哈、哦，热情心性，特别伊能有想爱做事情，哈、哦，伊能有一种动力冲劲，哈、哦，想爱改变，啊，也爱心情啊。哦，故所以其实哈，后生的哈，改到冲劲啊，所以我呢就想一个计划，一个计划还蛮安咯，就会攀哈林养，因那拢哈林养的哈，哎。啊，但是像政府机关吼，潘哈林养就安尼，一笔钱，啊下表安表出去公安公司来表，啊做迄个就无诶，吼，安尼唔咩，安尼唔咩表出去，啊，另外啊吼，也系因为安尼钱改少啦，安尼去甲潘，啊去甲潘，吼，安去甲潘，过来二来带下条生意呢，很多生意呢吼，二万人带，安尼去甲工作人员唔拉，安尼就招募。招募太好生，吼、哦哦，就后生诶，吼、哦，啊呀诶，后生诶喏，太好生，安尼就规天吼，讲好诶哦，来招募诶对象诶年龄很满意，一到年生诶吼，一到大太好一年生到四年生研究所也做得，吼、哦，啊，我做诶事情很蛮安尼也写过清楚，吼、哦，我做诶事情很寒假暑假来带生人诶夏令营，吼、哦、啊冬令营。啊，带一条生意呢咯，我有技术，我有方法，我有理念，好、嗯哦，所以呢，我带以前我来上课，上一礼拜课，上完以后，因为我带生意呢，我教课，所以呢，还有一礼拜，我教案的演练，我实际演练，所以等于我储备两礼拜。嘿，过长的时间哦，两礼拜过后，唔样做得带眼的那生意嘞，我的要求过硬啦，嘿，过硬。哎呀，疲倦哈，疲倦，你会想我啊，那会按多时间咯，啊，又会送买课咯，哦，啊，送买课，最主要因为我带生意嘞，所以我要认识生意嘞，是用的一个人，哦，伊是用的人，我认识伊，嘿，所以要认识儿童，哦。啊，各位喏，因为我会教生意呢，所以我会去搞背教案。比如讲，我们一礼拜主题叫做故事营，故事营里边爱托个钟离佛的作品《咖喱婆》，啊，托个夏曼兰波安台湾来的货轮，一条小说散文，哈、哦，我会托个以后我做教案，好、哦、做教案搞生意呢，啊搞生意呢一切。我演练，我上台，
公公安尼烫，大下做烫中啊烫，嘿烫，嗯，讲啊错啊唔错，嘿，搞到好过，吼嘿，按按的按按的讲，生人就会烫毛，也还讲，想人毛，嘿，讲也生的，就呛呛，没度过生的，没度过，全部全部四散，会得给烫过啊，嘿，会烫过，全部起个高起个呀，大下拢做一团咯，哦。我按严格呢，应该耶，应该吼，系应该耶。吼，家己睇好先报名，家下可能冇上岸到吼，冇上岸到。尤其又讲我阿妹都按难啦，要啊，来嘢实在要讲哦，讲啊吼，啊唔第一讲按困难咯，嗯，啊唔过啊吼，带起嚟过去话，全部都讲啊，即个收获最大，哦，即个收获，即个成长最大，学习最多。啊，伊呢有反映马个集团马个部分系艰难的冇？有，两个部分艰难，因为哦，阿人哦，他个地哦，按从爱吃啊，还是多胎，哦，阿人咧台湾咧沙飞，阿人面，阿人苏岛嘅教育以及一下，阿人用嚟对待生人咧，阿人咧台湾咧沙飞哈，跟生人嘅讲法哈，都会负面，唔能样嘅生人跟对方讲法嘛系负面。负面的开始，因为讲了哈，就讲，比如讲，爱考的，八十分，爸爸妈妈唔会讲，哦，安慰我考八十分，又讲，安样八十分听咯，那唔要九十分咯，好，那开始先打击，哈，也系讲，也系讲，我行行啊，冇多好，刚到，刚到也爱毕业，哦，又需要读下来，听人才听，听人听我讲。阿娘阿母小心咯，阿母做莫看咩？贤妈，贤妈，哦，系哦，阿姨唔会想讲阿姨唔会故意嘅，吼，啊，但是吼，我哋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吼，温哥来讲，比如讲，吼，也爱倒迄个，吼，我哋去也爱随便冲倒嘅，我讲，哎，唔怕，都阿家出走咧，吼，阿娘娘嘅么，又行好，娘娘冇娘嘅出走咧，我阿再个讲着一笔差，也都个正面咧。所以我们吼，提下爱养对个培训底部，我们教太好神对待生人嘞，你等下生人嘞对待你，迄嘛方式迄正面对待，正面管教，吼就迄安尼吼。啊，故所以呢，我们要求学生嘞太好神带下五年的生人嘞底部，而且赞美他，而且。我下也爱唔带一个太好神，我负责带四个声音嘞，都一个小组。我负责也爱四个声音嘞赞美，一个声音嘞我下两种赞美。赞美去买喏，鬼难哦！太好神个哦，好难哦！在一种细细卡片，就像安尼名片用诶，啊写字哦，当方下吼下可能是五红丝哦。伊讲吼，写遐个吼，比写论文还困难。哦，嘿哦，哇，要本人很多反思呢吼，可能忙前我想，如果想讲呀，那有冇咁难呢？唔更加吃困难啊？困难哦。想我赞美一下，你录卡你，可能有困难呢。嗯，困难哦，嘿，所以一下开始吼，伊拢可以过去，就是应该过去各位观众朋友吼，可以过去吼，先赞美有卡你。人家他们都爱老公爱老公，我困难了。你会笑吗？明天要赞美，哇，一天一赞美，哇，我说连一个都蛮多哦，应该的都蛮多，所以我的规定一天要有赞美啊，小卡片啊，小卡片哈，到最后因为结业时间，我会改做 A4 的副背啊，其中一个账面哈，账面就是毕业结业证书啊，背面就是娘们哈。男人太好神无疑的赞美，啊，娘妈还有包啊，最明显哎，念出来无疑他念出来，比方讲赞美你，其他声音的人蛮会听懂哦，哎，赞美你，哇，哎，唐人爱如果想去参加咧，哇，刚过哎，唔咩抢潘飞通哦，如果唔上多的东西，迄个词咩呢？如果爱声音的做嘛而来。唔咩本人能吐过一几年都好诶，好，如睇你安尼闲闲冇事情做，生意能跳下嘅，唔咩呢？唔咩，所以人讲赞美好难呐、啊，你就点讲？啊，有冇人讲？你们觉得，人家养对过后，买最困难，
赞美，赞美第一名，那个好难哦。一个是上海语拼音哈，如他呀，太好成为翻译困难呢。没有，过去没有啦。啊，他改收获过多都是安尼。哦，原来哈，看人的眼光冇拼音的。那你没拢看你的缺点，因为那你拢看你的缺点。像安尼唐人讲过，太假如怕输波如过多的哈，家族也还有嘛个伊刚刚讲伊做蛮一匹配的事情，还有伊有嘛个还想会做诶，安尼第二下听过继续来请教伊。都准来福气来嘅现场，今日眼内呢来宾系台南市客家师傅免费顾修费助理，多多助理讲到能培训客家腔演斧头演，我吓到呢，你系按你嘅方式来训练呢哦啊！我感觉本单我想太好神，我来做哈林人嘅斧头演，如果系同新人嘅天数天天，唔过哦，我感觉伊能好多几多呢？冇唔錯嚇，就我頭都講一樣其中一個嚇，我再個記一個例嘅嚇。最難嘅員工讚美，啊有員工最難嘅係咩？備課、備教案，就係以愛安尼托嘅資料，或者可以搞生意，也係也幾難哦，幾難哦，冇簡單哦。我因為講講下生意又謙虛，啊談嘅熱，也係困難，我記得啲嘢，因為我哋咧養對五年，攞我有主題，比如講我哋韓國嘅生態營，五年故事營，五年啊，也係小旅行五年，我記一個故事營嚟講好，然後咧韓國嘅故事營，故事營嘅設計係咩咯？我就請一個文學家嘅作品嚟做故事，啊文學家係咩人咯？有客家式嘅文學家。啊，有原住民系的文学家，有世界的文学家，有台南的文学家，伊人的作品哈、来跟新人来讲故事。外头都有讲到，人有一摆都托总理府的咖喱婆，哈、一个咖喱婆呢，以前讲埋呢，就是总理府韩世时节啦，哈、伊跟伊的阿妈，哈、咖喱婆的故事，啊，其实也咖喱婆，含迄伊的。伊唔系伊个直系个阿妈啦，因为阿妈过身嘞，啊，后来也共托伊听伊个吼，啊，家里个就是我哋讲个台湾族入开族嘞吼，都念出名嘞，吼啊，家里婆嘞吼，啊，伊提讲伊个故事，讲伊跟家里婆很细样个相处，啊，也过长样个，啊，有一摆，吼，啊，伊家里婆吼，提个笔袋下描述吼，所以个温文儒雅，吼，啊，个。端庄哈，佮有爱心、耐心、三心的人哈，啊有一摆啊，伊个姑姑哦，总理府的姑姑去养牛、种牛，结果牛会走脱嘞，唔见脱嘞，哈啊阿妈也喺家里头就带嘞，总理府去散过去，啊你妈都散肚里哈，你妈都散肚里，伊家里头就开始冲狗诶，啊冲啊过太上，硬冲硬太上，啊冲啊！唐唔识，嗰些总理婆吼，就看到冇相同嘅阿妈，啊会惊，会惊，吼，因为哎呦，遐阿妈讲嘅平常看咧冇相同，哦，弄安尼安用过来冲过去冲阿奶上，因为唐唔识，就贴胶夹哩，安尼总理婆贴胶吼，写总理婆胶啊，佮太上，嗰个阿妈就问伊讲，哎，咁唔用嘅喏，系一个。总理府都跟阿妈讲，唔好过唱歌诶，唔好过唱歌诶，乖太上，伊很讲，好，你不要唱歌，你不要唱歌，安尼，唔好唱歌，唔好唱歌诶，安尼，啊，家己抱住有些摆好多，佮就缩点就冇唱诶，啊，跪落去就点点，啊，跪了以后，遐家己抱又跪遐多，那种端庄娴熟诶样诶，也爱贴光芒诶，好，安尼贴备课诶时间吼，安尼贴带下糖。太好食，伫个上课，
我们就问太后神公，为什么钟离和要叫咖喱婆不要唱歌？既然伊呢感情安好，做嘛诶钟离佛会恨咖喱婆冇唱歌，我们呢和尚诶讲唔出来，回答唔出来，伊无法度去感受一种伊个按少数诶出拳加到客家中压抑起家。好，一咖喱婆压抑起家，变作欢迎，但是你把都闪肚里，一变成以真实的起家，好，变成以起家的时间，中医佛看到无穷样的人，好，所以也是一种文化当中的一种撕裂，好，啊，所以也是过程，其实也是过程的，好，啊，再来讲一个哈，就夏曼兰波安，那里托了一篇伊的叫做台湾来的货轮。夏曼兰波安是蓝屿的作家，哈，啊，伊的一篇哦，讲的是玛雅，就燕燕哈，一开始都讲燕燕，哈，台湾来的货轮哈，对海上安尼行过来，啊，岛上所有的居民哈，不管系伫山地外杂物诶，哈，啊，系伫个内湖诶，啊，系伫个种玛雅，全部拢点下来，看伊爱货轮入来，啊，伊爱货轮入来哈，系小孩子的。天堂，青年人的彷徨，老年人的悲哀。哦，啊，那你就问啊，那你就问呀，太后神啊，为什么一个货轮哈，体验三种人呢？感情无汹涌，心情无汹涌，做嘛呢？为什么？啊，那恁的学生的哈，讲不出来。好，做嘛呢？好，啊，下辈还有铁讲哦，因为呀哈，也货轮带几多东西来。好啊，一到四年咯，你本差货店咧头家用嫌弃办东西，办啊，哈，一箱讲啊，到差货店，哎，四年吼，佮搞怪啊，因为特别系中南咩，中南咩，安尼吼，房价出价啊又扛咩，四年都伫地下一扛，一啦，啊，东西都跌下来，跌下伫个沙滩，吼，啊，沙滩都加用脚盖安尼买盖买红了安尼吼。鬼路的啦，有冰的啦，有溜冰啦，有西瓜的，按他条西瓜了，做在跌下来。好，所以呢，都办戏的哈，办戏的过呢，黑的哦哈，办黑的以后都按不脱，所以呢，都开始哈，鬼去沙滩，耶，哈，他家三年的全部面下底沙滩当哈，所以的东西，一个东西是蓝鱼毛神山呢，哈，哦，鬼香酥哦，他家都啊，沙滩那个人的床啊，星空。很安的呢，梦想哈啊，好饱啊，好饱足啊，货轮来给我来呀，安尼他们期待，所以呢，货轮是小孩子的希望，好，你会听啊，是年轻人的彷徨，很有会讲呢，年轻人会讲啊，刚好离我提蓝鱼，还会去特别离开呢，哦，台南货轮离开，嘿，台南货轮离开去台湾穿身咯，哦，一个彷徨，老年人的悲哀。如果哎呀，也爱货轮来，跟亚美人呢，所有的文化拢团结嘞，哈、哦。所以呢，也爱货轮都感官的世界了哈。勇士啊，都贴黑么？货轮污染了我们的海洋啦，呢、嗯，好、哦。那呢就问也爱太后神贝克的世界。夏曼兰波安讲的货轮污染我们的海洋，指的是什么？是货轮的。货轮真正的油，它排出来的油污染了呢，还是指其他的事情？太后神说，是那个油污污染了海洋。其实不是啦，应该是有更深层的，是头头爱讲的文化全部都团结的，也是整个亚美人的世代的生存法则。文化本也资本社会的主义的也会社会切掉的，哦，规个拢吞下来，伊讲的迄也污染了我们，嘿，所以也对呀，短短的散文小说底部，其实个呢吐多几多东西，啊也学生的含吐太学生哦，唔咩声音的哦，含吐唔多，啊伫备课的时间，俺呢就会用也。问问题的方式，佮佮伊对话的方式，协助伊呢去吐多一道，好作答想要讲的事情。按呢伊呢伫个教课的时间，讲本身呢谈的时间，让真实有法吐尿多作答想要讲的事情。啊，那么有前途哦。感觉
注意你的做法无分客家汤论的哈。因为一般我想五个派同客家有关，反正就会很局限。好，如果本以客体，然后爱某个客家，比如讲爱听某个故事，哦，一定会客家。不过就无分也得汤论的。爱无汤论，但是爱也有带的客家，比如说我会托小朋友们会托客家的作品，但是因为看客家的沙飞吼，唔像看伊吼，看伊看唔出所以然，一天我有比较，一天我比较其他人吼，出圈的事情是安尼，因为有他者嘛，然后有我嘛，啊，所以族群关系就是安尼啊吼，啊，强要的安尼提判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法通没强要安尼。我看到客家也爱特殊的部分，一天跟平人无相用的地方，啊，平人又系上多样的，我哋一天会了解伊啊，故说我哋会了解原住民呢，了解世界各地无相用的文化，我哋因为过来看客家，讲哦，原来客家跟一条无相用系安尼。你睇做很多事情，有乜嘅理念系唔感觉清楚嘅话？我感觉吼，最重要系。我们真是要好好啊，点下来哈，用心啊，各位认真来看待每一件事情，各位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是嘛的？啊，也爱东西要用的咯，也爱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噶学习哈，学学习嘛的思考，啊，干嘛思考最重要？唔免评论。我要做某个事情，冇错，我先想，我想，我训练我哋自己想，我哋太难，我想咯，嘿，因为非常感谢朱伟同我哋分享很多，还谈下几多故事哦，几奇妙的故事，多谢朱伟，多谢主持人邀请我来，哎呀，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多谢，家乡亲朋友们行开哦，撒下来谈论欣赏，好好运通。各位福气来的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面章，还有订阅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气来的消息。